教堂，你小时候有进去玩过？我们学校在这里的，就当然玩的了。哦，那你认识它里面有什么主教人吗？老早我们学的时候已经没有了，这都。哦，你小时候他已经就是已经不要了呗。就改革开放以后刚刚修好了。改革开放之后。啊啊啊！哎。小的时候这个地方，他那个信教的人可多，就这一片。基本上我们占卜村都是教天主啊，基本上是都是天主教的，都是。我们也是，我也是的，也是天主教。我老婆这么坐这个车送到山上去，送来都是拿去送他们。现在基本上一直去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嗯。那确实啊，在。在国内我还以为大家都是啊，那您是怎么认？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的？搿老多我们老人都谁下来的，老人谁下来的哦，就老人就是从小就教你。哎，我是谁下来？亚罗尼亚的经教，那大大那都是经教，都是这样的。嗯。是教是进去的，现在是共产党，是共产党也在教的，懂懂了吧？那您信这个，您平时会就在家祷告啊什么吗？个宗教个东西，那龙，那像那个年纪，老早不龙嘛，不是说现在龙个人蛮多了，有那个，老早个里读经个呀，有读经个呀。哦，有读经的。啊，这么小时候。一个学，个天主教里有学堂，这么高读经，哪能读头个？哦。晓得个。那你学过吗？那个我没了个，那个年代没了。哦，就没了。嗯，那年代没了。还有个教堂上是外开光，像三楼一个教堂上，一个么子少我十几个人，搞了8公里就少了。一个别人的风险，一个教堂上要讲天文地理。对，就这里风水。我说，有天文地理，地理个属于个一个迷糊，有天文地理个有眼闻。比如说它这里面向是东边还是？我是东边，一个么子有讲究个。个方向高度，个光照位置有讲究，有讲究的，光有天文地理，哎，讲究学会了。我说搁在三楼站好家伙，个上水站一个8公里就少了，好家伙有讲究，绝对有讲究。啥辰光是个么子看，也扒得出是个天文地理。嗯，那他当时为什么这个教堂废了？就不用了，我是不用，因为我做礼拜没有就干嘛了，我做没人想去王子，没人许没修，也到三楼去做了，到三楼去。哦，现在就这个不用住到山上。到三楼去做礼拜干。这个教堂才几岁开？才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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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